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女健身联盟。我们今天邀请到大雷来跟我们一起做运动啦。嗨，大家好。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狮子座。狮子座，那你觉得你属于什么性格的女孩子？像，比较像男生。比如说我在你旁边，我就觉得我就像一个男生。男生啊、就是不太女性那种，就没有开朗啊、活脱那种样子。你现在单身吗？对呀、你单身？我介绍一个吗？好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？我喜欢比较高大一些的，然后也是比较喜欢健身的那种，然后性格也是比较活泼开朗积极向上的那种就可以。哦，你多高？你很高哎、要找比你高的感觉。要，我1.7米。1.7米。对。然后也很瘦。对。然后。你平时有在运动？有。真的吗？你平时都会去健身房吗？会出去，散步算运动吗？骑自行车。啊，那应该算。对。我刚才以为你要说逛街。也可以啊。逛街应该也算运动。也可以啊。那你现在的职业就是纹身师。对。那你怎么会想要学习纹身？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画画嘛，学画画的，就是专业就是画画的，所以就是想往这个设计上面去相关去走一走，然后就觉得纹身师这个职业很酷，然后而且我也可以去设计我喜欢的东西呈现出来，所以我就很喜欢就做了。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身上的纹身吗？就你第一个纹身是哪一个？我第一个纹身是这个是一个老式的一个纹身机。是我的第一个纹身机，所以我把它坏了，它已经坏掉了，所以我把它纹出来就是做纪念嘛，就是学习的时候的第一个纹身机。然后它叫大白，因为它像那个超能陆战队里面的那个大白、有个眼睛有个嘴巴，所以这个纹身机就叫大白。哦，就是横着看。对，就是横着看这个。对。啊、有哎。然后就是我身上的这个胸花是芍药花。我自己画的，因为芍药花是代表就是爱情，要一心一意那种感觉，所以我比较喜欢，所以我就纹了。要专情，对，专一，对，就是我。你很专一吗？对呀，要认真的就是投入感情嘛。那如果你现在要谈感情的话，你会想要找结婚对象吗？如果合适的话，可以往那个方向去，但是主要还是要看两个人契合，就是处的怎么样。那你有没有就是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就是打算在几岁的时候要结婚？我不想暴露年龄。你问我打算在几岁？反正合适的话就可以考虑吧，但是就是不能很轻易的去，还是要想好。那这个呢？就是我刚刚看到里面这个。哦，这个很有意义了。这个是纪念我的爸爸的。哦。这个是我的手。这个是我爸爸的手。他生病了，然后去世了，然后所以这个英文上面写的意思就是下辈子你还是我的爸爸。哇。对，然后这个爸爸的手是灰色的，就是代表已经，你能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，这也是比较淡一点。对，这个是我的手是实心的，就纪念我爸爸的。哇，这是特别有意思。对，这个就是我当时就是在病床边上拍了一个我抓着我爸爸的手的照片。我在不能说，我的天，不能说。对，这个是就是一张照片，然后你把它。对，而且我把它纹在这边是靠近心脏嘛。所以就是，跟我的心比较近，所以就考虑纹在这边。哇，那这个很多巧思哎。对。那腿上的那个呢？腿上后面这个啊。小腿啊，小腿就是。这个是我自己给自己纹的，就是其实、自己纹的，对，就是这样纹。其实这个小腿，这个是我自己就是试一试的时候去纹的。对，就是可爱的那种。那这个呢？就大腿这边最大的这个。这个我其实就是纹身纹到最后，就是你就是追求酷，追求好看。就是那个有意义的，其实也就是两个。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一个花体字。是 soloist，
他的意思就是独奏者，就是一个表现自己孤独的那一面。然后我只是觉得他在纹在这个位置很好看，女生纹在这个很性感。对，对我只是这样觉得，然后找了一个比较喜欢的词，然后去做了。就代表是一个很独立的人。嗯，孤独。孤独。对，嗯，是这样。那你从你有没有兴趣纹一个？哎，我其实一直很想纹，不过因为我之前有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去纹，他们就说我太瘦了，就纹起来可能会不好看。啊，可以纹小清新一点的，我觉得就是漂亮的、细细的、小小的是可以。对，我想考虑一下。我如果想纹的话，就我也想纹，就是像就这种感觉的是吧？这个有点那种水墨，对，水墨的。对，这个是一个玫瑰花的影子。嗯，其实很好看，其实是一个遮盖。哦，之前这边是纹了。对，之前是一个英文字，然后我就觉得也是，所以纹身要考虑好，像这个之前就没有考虑好，就以前的英文字，嗯，就是不太好看，然后我就把它给盖住了。哦，嗯，如果想纹的话，我之前是一直很想纹燕子。啊，燕子。嗯，就好像燕子是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就之前听说是燕子就是比较就是自由的那种感觉嘛。嗯，可以的，可以考虑一下，可以找我，没有问题。我主要是给女性客户纹身比较多，因为你看我的风格就是比较适合女孩。嗯，比较细，我刚看你的。对，比较细，就是给女生做的纹身都就是比较美嘛。啊，嗯，就是男生给女生做可能第一个不是很方便，对吧？嗯，第二个就是它可能比较粗线条一点，但是我可以做的细细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下次找你。我怎么打广告了？待会扎一下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访问大雷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大家还有想要问大雷什么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告诉我们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还要记得购买我的 VIP 哦，购买。白米 VIP。白米 VIP.com。